毕业生恭喜喜超啊！一年去 Angel 旅游不是梦啊 ！Lucky Seven 的今日就带大家嚟呢个叫做睇呢个富士之鹰，由河口湖站搭巴士入嚟啦。哇，真系都好靓下噶！呢个位置咧就已经系最粉红噶啦。不过今日最可惜就系睇唔到富士山，暂时咁就不过好彩地咧，就头先系好大雨啦，而家地下成好多雨，即系嗰啲氹啦，即系直情系而家系停咗啊！即系落咗巴士之后停咗，即系算系好 lucky 噶啦。好啦，多谢各位，中意嘅俾 like 订阅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